2020年春节联欢晚会将会采用北京主会场加各地分会场的直播模式，目前已经确定在河南郑州、粤港澳大湾区两地设立分会场。其中，河南郑州分会场讲好黄河故事，坚定文化自信，为实现中国梦凝聚精神力量；粤港澳大湾区分会场绘出湾区城市群活力绽放、逐梦未来，以及粤港澳三地民心相通、携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图景。分会场选址高度展现了地域特色，打造创新亮点，将主会场欢乐喜庆热烈的气氛在分会场延伸，共同营造出喜乐祥和的春节氛围。